大家好，我是如哥，今天和大叔啊一起来打捞虾米。这条河里面虾米特别多，我下水不了，在这里看。大叔一个人在那边捞啊。两分钟啊，大叔就差不多捞了半斤了，太厉害了！这里面的虾米特别多。哎，装给你钱嘞，你给我玩呢？丢过来。那丢我了，还我去嘞。来了来了，看一下这一网的收获。准备拿好篮子装。大叔半个小时啊，打捞了一斤多，这就是我们经济的纯野生的虾米啊，特别好吃。我们现在先回去煮了一点吃的，到时候下午再去弄了啊。嗯。